才做土篮。悟空，明白，只有脚踏实地，才能让佛祖感受到我们的虔诚。阿弥陀佛。师傅，我看这猴子就是爱偷懒。哎，你看看我这老猪的腿啊，都瘦成筷子了。嗯，二师兄这次又累了呀。要是不行，你上个担子上坐会儿，添双筷子的事情。老大，我是知道你为啥天上卷个帘子都那么扁下来了。你这个嘴呀！行了，别叨叨，赶路。师傅，前面有个寨子。抽抽什么样子，还说不如妖怪？说谁呢？施主，贫僧唐玄奘自东土大唐而来，前往西天取经，他们都是我的徒弟，只是生得妖而身，并非真的妖怪。我们这里不收留陌生人，再不走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哎，你个孙女子还能顶狠，你干啥呢？来，往这儿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放心。悟空，施主，我这些徒儿并不是妖怪，贫僧取经这一路全仰仗着他们保护我，我没有通往比丘国的通关文牒。翻得不错，你浑身是毛，消化起来一定很费劲。哎，那真不好意思。大圣啊，无极国一别已经七年了。哦，啊，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个被咔嚓的无毛师是吧？谁还没有点小毛病？我现在是青狮大王。哎呀，这次得把你活捉了，就可以给师傅换个座。那我就可以快点送他去西天了。别废话，考虑考虑。那我可得好好想想。Yeah.
跟我来真的是吧？啊！你要不行，那俺老朱来了。哎，四毛，吃点吧。啊，你赶紧走一走，让你不来我来了。这么厉害啊！你看，你叫什么？没见过猪吃东西啊？朱长老，您慢点吃啊，还有好多菜正坐着呢。真的假的？那王老朱的吃的，赶紧拿上来呀！行，这就来。哎，呆哥，你想想，咱们一路遇到的女施主，哪个不是妖怪变的？我觉得啊，她不是故意把你养肥了，让我咔嚓。虎哥，你赶紧用火眼金睛。就这个，都是些小孩的手掌脚掌变的，吃吧。来，快趁热吃。各位长老怎么都不吃啊？我不吃，吃啊！绿长老，你快吃，好吃吗？好吃。贫僧唐玄奘，感谢施主款待。不知这里是什么地方，方才又是什么情况？这里是800里的狮驼岭，我们都是狮驼族的，世世辈辈都是在这里靠打猎种植为生。数年前，这里的飞禽走兽开始一样变成了妖兽，虽然妖兽凶猛异常，可还是没有善治的妖兽。3年前，妖兽开始有了神智，变成了妖精。无数小妖汇集在这狮驼岭的狮驼洞中，这些成精的妖兽受命于3个妖王，开始掠杀百姓，烹煮分食。从那以后，这狮驼岭就变成了人间炼狱。阿弥陀佛。3个妖王？对，一个是今天的绿毛狮子怪，他是大王，据说他的狮口能够一口吞下整座山。二大王是一个白毛黄牙的象。前些日子，我跟姐姐外出打猎，我原本打算明日去那妖怪的老巢救我的姐姐和各位百姓。哎，你不是说有3个妖怪吗？那最后一个呢？还有一只是金翅大鹏鸟，我从未见过，据说它排行老三，但有次我外出听3个妖怪说它是其中最厉害的。厉害个屁呀！我老朱觉得啊，这80%肯定是天上哪个神仙的坐骑。绝对不是，其法力遮天，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菩萨的坐骑
可以如此厉害啊？哎，老头儿，你知道的有点多了吧？猴哥，还没显身呢。见过各位尊者。太白、啊。老头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回大圣，知道是你们要路过狮驼岭，天庭便派老夫到此等候，告知凶险，绕行此道。还绕行此？那行了。哎，师傅，慢点。哎，走走走走。哎，走走走走。大圣，大圣，大圣，哎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大圣，咱有话好说啊。不瞒大圣，天庭一直不满狮驼岭这些妖怪，那是猖獗无法，眼界要失控啊！得知大圣前来狮驼岭，希望几位相助，解脱百姓疾苦。上面开不出金响了啊？大圣说笑了啊，我们纵有百万这个天兵，也抵不过您手中这如意金箍棒呀。大圣，此事意向如何？我领的是法旨，保护师傅西天取经，当下之计，别无他想。是。天蓬元帅，嗨，天蓬元帅那是以前的事儿了，现在俺老朱法号无能。你看我干啥？我就是个卷帘子的嘛。师傅，来喝茶。圣僧。贫僧既愿意西天取经，就早已将生死看开，更无惧任何妖魔鬼怪，无奈我半点法力都没有，这一路上全凭我三位徒弟护送我，我有何德何能号令他们呀？哎，既如此，我也不便强求，老夫这便回天庭回禀玉帝。对了，听闻那妖怪近日要在此地举办万妖大会，届时几位定要小心呐。可惜了，苦了这些百姓喽。这就做了。他一来我就知道没好事，想让咱们去。咱不去。狮驼岭，现如今仅剩下我们这些百姓，苟活于这五界村，看得出各位长老法力非凡，请求你们救救我们吧。求求我们吧，长老！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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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王，老哥，邓木奇，那破寨子拿下了。寨子已经不重要。我看到唐僧了，哦，终于来了！通知三弟，
四福，吃不下。这个太白老儿，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，看见他就犯。嗯，八婶啊，这件狮驼岭的妖怪背后啊，有什么问题？哎，是吧，傻师弟？那当年在天庭给玉帝眷帘子的时候，好像听说过这个事情，说是佛界要在人间安一个万妖之地，好像是为了……啊，对，为了减少人妖之间的纷争。现在这么一看，哎，肯定就是这狮驼岭了。哎，老沙，说的对呀，一定是天庭啊，不想让佛门在凡间拥有自己的势力，才想利用我们。八戒休得胡言，佛门想要一片妖怪净土，减少杀戮，初衷毕竟是好的。只是那妖怪不懂珍惜。哎，师傅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所有的妖怪聚集到一起啊，那心思啊就会变的啊。那不是当年猴哥在花果山的时候，他聚集万妖啊，不也是被天牛镇压下来了吗？猴哥，狮驼岭是佛门的事情嘛，跟天庭有啥关系嘛？都是你一天到晚脑子啊！我只想说，那天庭怎么就只管花果山，他为何不管狮驼岭啊？天庭咋了嘛？天庭又咋了嘛？那天庭，天庭肯定有自己的规矩嘛。咱哎，狗屁规矩！哎，沙师弟，我看你是不是忘不了天庭的好啊？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？啊！好了，既然现在还有幸存的百姓，那这事儿你们三个兄弟决定。我老朱看是没有必要趟这条浑水了，万一真有那么多妖怪，这杀也杀不完呢，是不是，沙师弟？嗯，你问我干啥嘛？那我去不去，我也做不了选择嘛。我一直都是保护师傅的嘛。要我说，哪有那么多道理？狮驼岭的妖怪不听话，那我们就管管。佛门也好，天庭也罢，即便秉持着正义之心，也难免顾虑太多。倒是你这毛脸雷公嘴的猴子，心思是真的正。师傅。听你夸我一句，可真不容易啊！哟，师傅，你可把这猴子捧的，猴脸都赶上猴屁股了。你这，猴哥，猴哥，猪头，来来来！各位长老，我方便进来吗？姑娘，我们都是和尚。明日一早，我便要去妖怪老巢，救那些被圈养起来的族人。如果此行我不能平安归来，先前拜托的事，还请各位长老看在村里无辜百姓的份上，再做考虑。姑娘放心，明日啊，我那猴哥陪你去。他要是不去，我去。那就多谢长老了，那就这么定了，呆子也去。快走啊，今日挺漂亮啊。这边来一道，哎，怎么样？没点情趣，切！哎哎，咱们接着画。
什么玩意儿？难道是？对，那是活的。猴哥，我看这比阎罗殿还恐怖。啊！我是小旋风，今儿个来巡山，抓群老百姓用来做晚餐，抓上七八个呀。走去。玉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哼，我们兄妹仨是来投奔的。投奔？你们是哪儿来的妖怪啊？啊，我们是……等等，怎么有人的味道啊？大王，我怎么可能有人的味道呢？我是狐狸精。哎，大王，来，我们仨听说这石头里有三位大王，我们是慕名而来。哦，一定是听说了万妖大会才来的啊。对，万妖大会。还请大王帮我们引荐引荐。好说好说，那走着吧。走走。快点，后面的都给我跟上，麻利点。哎，快点，都给我麻利点。老实点，快走。快点，就是快点啊！后面都给我跟上，快点，快点，走，跟上，跟上，快点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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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两步，别拖拖拉拉，后面都给我跟上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啊！你们在这等着，让我进去通报一声大王，你们把人给我带进去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蹬两步。哎，你俩别愣着，帮忙啊！啊，走走走，快快快快，去去去！哎，挺会来事儿啊！嗨，哎，嗯，干嘛？我呢，慕名而来，没敢空手，给几位大王带点宝贝。当然了，也忘不了引荐的您。啊，我说啥呢？小子可以啊！嘿嘿，过来。这边，你是打哪儿来的呀？花果山。花果山，这名字不好，一听就没什么味道。啊，我可不吃素啊。是，知道知道。我找人来。我看带什么好宝贝了啊！你要干什么？来，停！哎，这臭猴子，他肯定边吃边喝去了，怎么就知道说咱们俩呀？他肯定边吃边喝去了，所以说。这是最靠谱的，还得是俺老朱。嗯，哎，这完了，朱长老。嗯，这，快，慢点，这，哎，你们看，那是谁？小小姑娘，放心，就这点破妖怪，还不够俺老朱一耙子。哎，快走！哎。头领，头领，
孙猴子有那么厉害吗？咱们在这儿也就称个大王，他当年在花果山敢称齐天大圣，还大闹天宫。当年的事儿，谁知道有多夸张啊？大哥，你的传言还一口就能吞掉十万天兵呢。咱们只要抓了那唐僧，吃了唐僧肉，我们连佛祖都不怕。到时候就再给这猴子关500年。好，我听三弟说，这唐僧肉吃起来还有讲究。等三弟来了，可得让他好好讲讲。有三弟在的话，那猴子也就是个猴子。大王，大王，两位大王，不好了，孙悟空找上门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啊，今儿我巡山，老远就看到那儿有那么一人，还以为是走丢的村民，想着把他抓回来，晚上给二位大王下酒。说重点。啊，然后小的便上前查看，一瞅，哎，不对劲儿啊！那家伙长得毛脸雷公嘴的，啊，手里还拿着一根棍子。这时候，小的才想起来，大王之前吩咐过，要留意那孙悟空。在哪儿遇到的？啊，三里地开外的一块大石头上。他还在那儿拧棒子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一棒捅进大王口，二棒砸断二王鼻，三棒折了那三王翅。”来得好！我倒要看看，我一脚能不能踩死他。二弟别急。怎么，大哥？那个猴子奸诈无比，这么明目张胆的来狮驼岭地界，怕是有诈。大哥，你不是怕了吗？二弟呀，要不等等三弟。笑什么？啊，没有没有，小的是笑那孙悟空，自不量力，自讨苦吃，自投罗网。啊，是，是，嗯。小钻风，传令下去，洞中加紧巡防，一旦发现那猴子的踪迹，立刻来报。是，大王。等等，那孙悟空的事。我何时跟你提起过？姐姐，姐姐，小小，沈大姐，你看到我姐姐了吗？小小啊！哎，妖怪！哎，各位，别怕，我老周是好人，我们是来救姐姐的，不是。哎，是来救诸位的。你看到我姐姐没有？我没有看到阿离。前面人，不能跑！站住！妖怪来了，快走，快走！好，让让。哪里跑？快去走！受伤了，怎么办？啊！你们先走。上。处长了，小心！走。爷爷就陪你们玩。青毛狮，别来无恙。孙悟空，
救的人呢？猴哥！猴哥！猴哥！哎呀！快！哎呀！猴哥，他被吃了。太子，你能不能机灵点？哎，小小呢？小小他出去了，咱们还是先自己照顾自己吧。哈，出去了就好。大圣，大圣，别戳了，别戳了。谁都来了。哇！我大哥肚子里出来，闭嘴，二弟！哎，猴哥，哎，这地方行吗？不知道，你试试。啊！哎！大圣，大圣饶命，放我一马吧！放你一马？你有放过百姓吗？大圣，大圣，听我说，我和二弟都是佛门所出，也是吃斋惯了，从未吃过人。喝酒都是喝果子的罪，该死！别别，大师爷，使不得呀！这边妖怪万千，就算打死我，妖怪你也杀不尽。但我是此地大王，可以严管众妖，日后再也不伤及百姓。你这话，肉都不见！大圣，你可得信我，大圣！要是有半点虚言，我天打雷劈呀！我马上释放所有百姓，就从现在开始。人妖不再对立，功德千秋，求你饶过我这一次吧。行，那我就信你一次。那一言为定，人妖从此不再对立。好，好，大圣。把嘴张开。我敢出来，自然是有办法再进去。是大圣。我的罪跟您犯冲，你得漱口了啊！大圣爷，我们也知道错了，您看接下来有何吩咐？接下来，这位姑娘，我二弟真没骗你，那天确实没抓到你姐姐，兴许过两天她就回家了。要不然把这抛开了找找。哎，大圣，这可开不得玩笑啊。没事，您跟老朱去好好找找。孙悟空。各位长老，感谢你们为我们村带来了和平。无以为表，只好以茶代酒，感谢四位了。小姑娘，别这么客气啊！走，走。来，快吃点。小小啊，虽然啊，你是让老朱亲手把那些村民解救出来的，但是呢，你得跟他们说说，让他们不用放在心上。我老朱呢？只不过是去了趟妖怪的老巢，顺手的事儿。哎，二师兄胆子大得很嘛，没发现吗？啊，什么叫胆子大得很？哼，救人救，你把人救出来了，把我送到妖怪肚子里去了。这，我那是故意的。俺老朱是打算要走的，这一发现，我那猴哥呢？啊！我不能把我猴哥落在妖怪肚子里呀、啊！猴哥，你要是不信，你问小小姑娘啊。啊！真的吗，孙女子？来，大家吃点这土豆。哎，你完了！哎，说我坏话是吧？哎，是不是？哎，这。哎，猴哥，这不好使！好了，师傅，不好了，那两个妖怪又来了。不好了，那个妖怪又来了！妖怪来了！
你们怎么来了？刚说过的话这么快就忘了啊？不不不，大圣息怒，我来是请几位去狮驼岭做客的。做客？对呀，我们还有个三弟大鹏，今日赶来洞中，听了唐长老路过此地，直言唐长老佛法高远，希望有幸能听唐长老讲经。这么晚了不方便吧？是吧，悟空若是能教化我师父没空。大圣，要不这样，我们三弟平生最敬佩您，这会儿在狮驼岭准备酒菜，若是大圣爷不嫌弃，咱回去喝几杯。是啊，而且三弟说了，大圣爷跟随唐长老西行多年，地财物不少，若能得大圣爷教诲也是前世积德了。一套套我赔，前世没作孽，哎，就谢天谢地了。大师兄，那绝对妖怪的话不能信。没事，沙师弟，我就去会会他们，看他们能耍出什么花样来。保护好师父。三弟，老圣，来来来。大圣，久仰大名，有失远迎了。你长得倒是挺精致的，不像他们俩。大圣请。来喝。大圣，我们也算是老相识了，不打不成交，这杯给你赔个不是。能改就好。大圣一路西行一定是吃了不少苦吧？辛苦倒没什么，最麻烦的是你们这些个妖怪。大圣喜欢开玩笑啊。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嗯，来。说来话长，这阴差阳错的上了套。这金箍跟了大圣这么多年，大圣不觉得耻辱吗？嗨，等取了经摘了这玩意儿回花果山就好了。大圣，你有什么错？我看错的是他们，凭什么他们就高高在上，我们就低人一等？依我看，他们也不过是一群道貌岸然之徒。行，你还算是个明白人，跟我想的一样。不过我不欺杀百姓。人不是也吃肉也杀生吗？给你个金箍你就吃斋念佛，你就听命差遣了？切，你懂什么？我师父说过，这天地间若无规矩岂不混沌，若真没有了这玩意儿，我还真不一定能闯出什么祸来。看来大圣是当狗当习惯了。说什么？大圣莫气莫气，三弟他不过是遇到知己酒醉三巡，说了些平日里无处宣泄的心里话。今天来是看你没有悔改之意，给你们面子，别不识抬举。大圣误会了，请大圣来呀是给你面子。再说一次，好了好了，他这酒啊喝得有点上头。大圣息怒，大圣息怒。哎呀，三弟啊，别闹了别闹了啊，能喝就喝，不能喝赶紧走。今日赶路有些疲乏，话不过脑子，改日给大圣请罪。
大圣，大圣，咱们喝，咱们喝，来来来，试试。为什么请那臭猴子？他为什么不请我呢？少师爷，你说说，我哪里比那个臭猴子差？二师兄饱嗓气吗？来喝碗汤。不过二师兄，为个妖怪真得请你去，你敢去啊？我为什么不敢啊？哎，你瞅瞅，都这么晚了，臭猴子还不回来，他还取不取经？他眼里还有没有师傅了？还让不让人下来？来，大圣，你多吃点啊！哎，大圣，咱们再喝一个。大圣，你再多吃点。大圣，行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明天还得赶路呢。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在这儿待着，我会让太白金星看着你。要不然，明白明白，谨记大圣教诲。还有那个什么大鹏，他要再敢跟我，不会不会，回头我和大哥好好说说他。大圣，要不我派人送您回去？不用了，走了。大圣，大圣慢走啊。干净，那样吃起来才不扎嘴。好，等着。干三姐，不要开玩笑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先给二老祝福。
给老朱府去取经，去取经，去取经，去了经好吃。二师兄，你今个这是咋了嘛？能拖点时间拖点时间呗，要不然俺老朱等不到猴哥来救我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吃唐僧不能拖，哪怕生着吃。师父，出来，出来！呀！饶命，饶命！如何？去哪儿了？什么去哪儿了？问他们去哪儿了？啊，应该去狮驼国了。你说大王要在万妖大会上分唐僧肉吃，这么多妖咋分呢？嗨，喝点汤呗。我看咱俩都不如等那头猪蒸熟了，偷偷顺着猪耳朵。嘿，那哪够吃啊？咱牢房里不是还有人吗？走走走。师傅，你现在去把妖怪肚子剖开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师傅其他东西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把话说清楚了。得了，我说的还不够清楚？师傅让妖怪给吃了。刚才师傅被我白象怪一口给吞了。让你们两个看着师傅，你们竟然让妖怪把师傅给吃了，赖我们了！我和地跑君跟妖怪喝的是结拜酒吧。你说什么？你打我？你打啊！猴子，不想取经你直说吧，你干嘛把师傅的性命搭上？哎，你啊，我没说错吧？齐天大圣，我呸！啊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你去把师傅给我救回来，大闹天宫，师兄有本事的啊！我在求你算了，大师兄。死了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？师父死了，你也有责任。咱武装伺候人，把接仇在花园捅人情。你呢，大李哥？你是吃帮贪路出妖魔的呀？你让几个妖怪骗得跟个瓜怂一样。
在五界做虐妖案被疑的样子，不觉得可笑吗？我早说过，这猴子压根看不起我们。你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啊？咱们的缘分散了，散了，散伙了。你知道司马最敬重的人，你想想你自己可笑不可笑？二师兄，猪八戒，你干啥去？分行李啊！你要去哪里？不知道。猪八戒，你再叫我八戒，信不信我揍你？留咋和咋走。唐僧已经到手了，还在等什么？大哥莫急，这唐三藏虽是肉体凡胎，却是金蝉转世，唯有他心甘情愿被吃，才能长生不老，法力大增。心甘情愿，这……所以才要抓些活人。那些满口慈悲的，是见不得眼前的疾苦。哼！好。二弟，唐僧可藏好了。嗯，吃了。大哥，你可忘了我这紫金葫芦。不愧是我的二弟。大王，启禀大王，牢里那些村民被人给接走了。什么？是无界村的，还有那孙悟空也来了。看来得让那猴子死心了。现在和一条狗似的，你的师父已经死了，回你的花果山去吧。你还想来救人？哼！现在我就成全你，去死吧！
你不随唐三藏取经，来这里干什么？我倒要问你，为何要放任师徒里那三个妖怪，是我师父残害无辜？唐三藏此劫乃是命中注定。那他呢？那些百姓呢？万事万物皆有命数，逝者已矣，要看生者何去何从。你随唐三藏一路西行数十载，可你未曾察觉，小小本是你的意志化身，在师伯灵灯候你多时。如今你已找回信念，往后的路怎么走，你自己决定。那我就先踏平狮驼岭，再去找你要真经。你要是不给，我就毁了你大雷音寺。师父，你扶不回来，走不回来，回头我自己不走下来。悟净，师父每次看见你扛担子的时候，总是于心不忍。八戒，你衣服怎么又破了？肯定又是怕给撑了。二师兄一顿饭化缘十家百姓，只求搬包。你们烦死了！当年十万天兵围剿花果山，也是这样，黑云压城。知道我们当时是怎么做的吗？齐天大圣，不会只能打打小妖，逞逞威风吧？孙悟空，师父死了，兄弟也走了，你还是加入我们吧！啊！
阿弥陀佛，施主枉造杀孽，吃不吃贫僧都逃不过因果报应。哼，因果报应，我只知道吃你长生不老，还能拥有无上法力，只要吃下你，天庭也好，佛祖也罢，都不能奈我何。到时候我将这人间变作妖的世界，那些没用的人只配当食物。施主何必在意身份之别？哼，害的不是我，是他们，是那些虚伪的人将我们视为妖。凭什么妖就是错？人吃飞禽走兽，吃人又有何意？此时渡人，彼时渡妖，万事万劫渡人渡己。施主，即便如你所愿，彼时与此时又有何异呢？施主太过执念了。说得好，我倒想看看圣僧愿不愿意放下普度众生的执念。回你的花果山去吧。谁说的没有兄弟？猴子，给我道歉。打赢了再道。老虎不发威，你把我当成猪了。悟空，师父，唐三藏，你要记得，你徒弟是因为你而死。施主，贫僧愿换我徒弟。师父，悟空，这是为师的劫难。阿弥陀佛，圣僧，你可想好了？正所谓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师父，
看护着他。万事万物各有命数，我自有定夺。唐三，师父，师父，唐三藏，你一路西行，皆是三位徒弟护你周全，师驼岭乃是你命中劫数，唯有舍身取义，才能渡此劫难。悟空，你已身具佛性，不再受金箍禁锢，望你以后戒道戒傲，排除万难，与你两位兄弟共助唐三藏取得真经。弟子谨记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悟净，死得好，师傅，八戒。想死我老猪了，猴哥，你是不是用猴毛变了个师傅来糊弄佛祖啊？你呆子就是欠揍。悟空，护着师傅，走了。